哈喽，大家好，今天吃一个百慕小熏鸡，想造的一个鸡腿，老铁们先吃一块，特别好吃。我这是用台筋弄，这鸡皮特别好吃，鸡皮大点声，哈喽大家好，今天吃一个羊棒骨鸡卤的，特别香，你再来一块呗，来，现在闺女来一块。味道咋样？好吃。这个骨头特别香。大家好，今天吃一个卤包羊肉，特别好吃，还是味道料。我感觉两口一个。辣椒油。要一个碗的，就得拿出来。你也成了一个拉丝的。